哇，咁犀利！日前网上呢段据称喺大树湾拍摄嘅片段，野猪妈妈为咗小野猪嘅温饱，努力凑垃圾桶揾食物，可惜最后都唔成功。唔少人睇到都觉得心酸。哎呀，帮下佢啦！放低食物先啦，猪 B B 好饿啊！好惨啊！希望佢哋一家揾到食物啦。不过似渔护署、野猪关注组等组织，素来唔鼓励市民喂饲同接触野猪，话咁样会令野猪信任人类，更多走去市区觅食，以身意外啊！如果你见到咁嘅场面，你又会点做呢？人同野猪又可唔可以和平共处呢？佢哋系我最宝